骑士加油没熄火，小孩下车扶着油门一催，重摔在地。女骑士到桃园加油站准备加油，贪图方便没熄火，扶着车要小孩下车。可以看到女童站在踏板上，从右边离开。不过小小身躯离地有距离，反射动作扶油门，下车却误转油门。没想到右脚才刚踩到地，下一秒摩托车往前爆冲，顺着加油岛撞，妈妈也被夹在中间。接着车辆重摔，直接压在女童身上。妈妈想把车扶起来，却来不及。加油站员工见状也冲上前帮忙。带那么小的小孩，一定要没有给他停下来。小孩要小心的，不然你这样子马上走，小孩子倒怎么办？那当然危险了，加油，他一定要熄火啊。幸好女童戴着安全帽，还自己站了起来，拍了拍身子，没有大碍。赶快帮我把他扶起来。对啊，大家都吓到了，都吓到了，小朋友也吓到了。根据了解，这一台摩托车是旧款式，油箱开关在车尾，需要骑士下车才能加油。不过再看一次摩托车这一摔，好在小孩被压在机车跟地面的缝隙之间，没有受伤。如果抓着油门不放被拖行，或是被排气管压在车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记者刘志展、洪俊伟，桃园报道。